大酱 16元。 今天给他吃一个两个就特别好了，今天不是吗？一个不行，哎呀，我要给你讲，不油吧？不油啊？这比较健康。它就是，能吃的叫葡萄糖，鸡蛋肉过分了。好，再加八分钟。这个就是那个肠粉吗？ 这个就是那个肠粉吗？哎，我这个酱啊，你没看过这个蘸，但是酱呢，先秘制酱汁之后，它其实也不是说非常鲜味的。空气清新，更甜。哇，好过瘾啊！ 16元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，我们炒的，就是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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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觉得它就不油吧，不油，对比。